奶泡。对，小鹿还有敌意吗？没看到小鹿。看不见了。嗯，我看不见。双城门。把大虎放出去撸一撸小老虎。关键咱不能动，有饲养员的话可以问一下，他们可以。手电筒吗？啊，它怎么开的？你碰到了怎么开的？我这就能看到了，拍出来了吗？要不说它不在这儿吗？就是。路为济南车，路比青岛的。来了山东就学山东之歌啊。你是不是对他使用了葵花点穴手？莫总，你现在说啥都对，你把单号给我。你猜莫总真的买了？我感觉他这么认真都说应该是真的吧，要不然这编的也太真了。他说十个亿的时候也这么认真？不过没有这么认真。有趣，就是我真去下单了。有这个过程吗？有啊，他说我看手机，看手机呢。啊、哦，让你看手机。啊什么啊？他手机在那看直播，我们说话他都听见。他说看手机呢。嗯、他有电脑。你一看你就没官网下过单，填一坨那个信息。我们都京东、某东、某宝。广坤画饼都一个月，都两个月了吧？不是说，哎，当时说什么打扫一下，几天吧，大概过几天。准备好奶粉啊，过几天再。亏你没听他的。我习惯了。我都忘了，饼太多吃不过来，我这一只。啊，你什么时候的事了？奶粉都过期了。又有粗吧，幸亏。幸亏有经验。我还以为真的呢。汪汪真是看孩子真行，正常看孩子，嗯，真能盯住啊！这个偷走。一会儿累了，我眼睛今天要滴眼药水了。你看那个聪明哈、啊，哎，那个躺在他弟弟屁股上。他眼睛还在故意瞪这么大，他一个眼大一个眼小。人家眼本来就大。他一个大一个小，哦，这本来就大，我看标准看习惯了。还能把一个眼睁开，一个眼不睁。这个眼睛是比彪儿大啊。是彪哥的妈妈吗？不是。最近还有人说彪儿是什么蜜蜂虎，哈士奇。但是没见过彪儿的以前。彪儿这个模样，彪儿以前打架的时候脸打肿了。老虎凸出来，你看这娘这个眼睛瞪得比铃铛都大。怎么投？你休息会儿。我想投赢。闭眼。行，走吧。嗯。